每间办公室都有不同的办公室传说。消失的食物，蒸发的饮料，被用到剩一张的卫生纸，这些办公室事件，我都能够轻易的抓到凶手。但是这天，我是 C 编，一个专业而且万能的小编。这个 Etude House 新推出的长效待机光泽透颜精华粉底液，讨厌的总编又要我写一份企划了。怎么写？想不出来，想不出来。哎，不想了，出去走走好了。哎。是谁？怎么办？要怎么找到凶手呢？有了，我想到了。很热吧？对不对？啊，蛮热的，怎么变这么热啊？不好意思啊，不好意思啊，刚不小心按到了哈。哎，跟你们说个笑话好不好？你们知道为什么坏事都一定要在中午做吗？因为啊，早晚都会有报应的。我已经知道犯人是谁了。哎，下班了，我们一起去吃火锅吧。说。是不是你拿走我的粉底液？不然的话，你的妆为什么跟我们去吃火锅之前都一模一样？太夸张了啦！不可能！你看，我不小心拿错。我说吧，难怪我想说今天怎么样妆都不会花。那当然啦、长效待机光泽透颜精华粉底液，它主打的就是光泽透亮，还有长效不脱妆啊。哎，怎么变那么轻啊？你是不是用很多？厂商只有够一瓶哎。我是 C 编，一个专业而且万能的小编。C 编我最大，我们下次见。哎，喂喂喂，你要买一瓶新的还我啊？有没有听到啊？